笑，大仙不闹。摸不来，我想玩镜，我感觉自己可以。问过高手怎么玩，说其实飞雷神一般般，哦，没什么用。他最主要的还是老老实实打伤害，不要害怕，因为我来了。哎呀，痛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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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痛！不要着急，还没有到我们发挥的时候。嗯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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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是假的，这种飞太多下的都是假的。哇，都这么惨死掉了。我好不容易我的镜终于是明白了一会儿，这都赢不了，好气啊。虎牙688，每晚7点半，咱们不见不散。